要拆掉的啦。嗯。送哪里啊？要你哪里的？这个呢，这下面还有空。你哪里的螺丝？我看一下。嗯，你想要把它对上去，对上去就行。这哪里卡进去的，对吧？嗯，这个两个螺丝孔，然后上面两个。要卡进去啊。嗯，这还没卡进去。先把这下面的螺丝配，下面的螺丝。拧紧对吧？这边。我为什么知道？然后呢？好。然后在上面，上面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嗯，好了。是完成了对吧？嗯。哦。可以了。